这边我们刚才大家体验一下，从四楼下来，大家坐都还是很 OK 的，非常不错的。那我们就直接进行考核。是。好，前两名，到。准备。是。报告，准备完毕。服装拿一下我。OK 的。我一定要完成，我一定要拿到出庭资格。那一刻，那种使命必达感太强烈了。来这儿体验这个生活，就是一直在努力的对得起，不让自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尽力。完毕！哎呦，这很妙的声音！啊，加油！漂亮，漂亮！我有个很高的一个目标，其实我都一直在朝着那个方向去走。就是因为有信念，就是有一根筋绷着告诉你我要做这件事情，而且一定要做到。要不要？是。走。那你说这时候警铃响怎么办？还得冲吧？不上课了吧？这会儿。嗯。能不能别说那种话？听完头都疼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哎，看看，哎，这又是什么？哎，不是。这是球，这啥球啊？怎么解呀、啊？不会解、啊。拿着走。哎呀，吓坏了！我也是。我的天，我俩还挂着呢。我这为了解那个，哇！我也是。警铃一响，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怕错过六十秒。那一刻，我脑袋是空的，我脑袋里面只是要冲过去。听到了之后，你会有一秒钟的延迟，然后就会像机器一样，就是马上去奔向就之前你训练的所有的动作，一直到上车。好，可以，大家做的都非常棒。但这期警我们就不跟着出了。好的，大家刚好休息一下，然后就把这个衣服换一下。兄弟们，车回来了。走吧，咱们去看一眼。走吧，下。团结就是力量。回来了，团结就是力量。快点。咱们融入其中，问问同志们都干了些什么。那咱们这新兵班也整整队，班夫。班夫，你整整咱的牌面啊。牌面。人。向右看去。刚才问咱刚才为啥没去、啊、刚才是什么情况呀？货车烧起来了，整个车都烧了。哦，所以像这样的我们可以去吗？可以让我们上手。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去？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，我们还没取得资格，今天才能取得。是啊，取得资格早日去。今天这个火灾其实还蛮适合你们的。哎呀，我们今天好，就是好想体验啊，好想去啊！就我们哎呦，对，哎呦，我会的，水箱、水袋、站姿、卧姿都会。如果是可以的话，就是火势一控制完，你们就换你们去降温。去降温，降温，去扑灭一下余火，其实是也是蛮不错的。那下一次可不可以让我们去？可以啊。好，可以啊。那得今天下午的考核你得过。只有顺利通过了训练项目及考核，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3个随行出动资格。卡顿了！我
只有顺利通过了训练项目及考核，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随行出动资格。你想不想出警？你想不想救人？你想不想体验真正消防员的生活？